如果你想喺荃灣區呢一度揀一啲樓齡較新、地方又大嘅單位，其實唔多選擇嘅喎。咁今日我就帶大家嚟到呢一度睇下啦。呢度是荃灣萬景峰實用面積1000呎的三房單位，呢度有一廚兩廁，仲有埋工人套房添。呢一度就是主人套房啦。洗手盆的台面是用咗雲石做的，而浸缸就是用磚砌成的，配襯埋呢個瀑布式龍頭，即係喺屋企沖涼都好似去咗度假咁啊！而呢一度就做咗一个嵌入式嘅大衣柜，悭翻空间之余，灵活度都会高一啲噶。虽然呢度冇做开放式厨房，但系都有佢嘅好处噶，有烟就唔使咁容易走出厅啦。亦都因为咁样，两边嘅橱柜亦都可以靠墙摆，咁就方便得多啦。今日就睇住咁多先，记得 like 同 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，拜拜。EC House 位于科学园，我哋成功配对咗超过2000个装修案例，欢迎准备装修嘅你透过上网或者电话向我哋提供基本嘅装修资料。EC House 专员会因应客户嘅预算同埋装修风格，提供3间合适嘅设计公司同埋装修公司上门答斥。我哋会为客户提供报价分析同见证签署装修合约。喺工程期间，EC House专员亦都会定期上门视察装修进度，令客户可以更加了解单位入面嘅状况。所以快啲联络我哋EC House啦！